是不是睡过了呀？嗯，有可能吧。那这下惨了。可以呀、啊，你们啊，你们真是越来越能干了啊！一分三十七秒，啊，刚杀死明堂，就这个体能还想参加比赛，参加个传话，尤其是你们几个男的。连女的都跑不过，人数有没有到齐吧？哪个偷懒去了？啊？韩若非是不是没来？嗯，不知道。你都不晓得？盯上他守着规矩了。Hello, guys。同学们，我来了。可以啊，帅得很嘛。还行还行，装疯迷窍的。哎呦呦呦呦呦，黑眼圈咋个那么重呢？昨天晚上你干啥子去了？报告教练，您见过凌晨四点的环城公路？哟，还致敬科比啊？还环城公路凌晨四点？啥子嘛？摆地摊去了？教练。我昨天练了一晚上的长跑，一晚上那么喜欢长跑，那是隔壁田径队噻。顾教练，我爱射箭，射箭使我快乐，就是田径队挖我，我也不去。不要跟我两个嘴角哈，一会儿你三十六磅的箭给我射中五环，射中的话算你过关，射不中饭都不要吃。给我一直练，练到射中为止。哎，教练，你不能这么为难我，你这不是要我死吗？再唠的话，加五磅。行，你要不减少点磅数吧。开什么玩笑，你看我这么轻松像是要减磅的人吗？哎，我这弓怎么不听使唤，是不是坏了？哎，是不是瞄准器有问题啊？真是个笨蛋，今天就帮你一次吧。想不到你还挺厉害的，居然射中了七环。Yes, yes。现在你该知道什么叫做天赋异禀了吧？嗯。教练要五环，我直接给他七环。哼。恭喜你啊，完成了今天的任务。那，你赶紧回去好好休息吧。不用了。今天我一定要射到十环，给教练看看。哼！叶子，叶子，快来，大师兄回来了。大师兄。大师兄？谁啊？大师兄，快坐。大师兄，你去国外比赛比得怎么样啊？我在训练，没有看到直播，真是太可惜了。你们可以猜猜结果，猜对了给你们奖励。嗨，
以大师兄的实力还用猜吗？那肯定是冠军啊！我当然知道是拿冠军了，只不过没有看到现场直播，就少了一些氛围嘛。其实这次比赛真的还不错，竟然破了青年队的记录了。这次比赛还不错，竟然破了记录了。不是，韩若非，你有意见？干嘛阴阳怪气的？我怎么阴阳怪气的？我模仿能力强不强？说的没错，论表演，我若非可是专业的。喂，这你也能尬吹？马屁成精了。这是。哦，这是我们队新来的成员，叫韩若非。韩若非，你可看好了，这位呢是我们学院游泳队的王牌选手江彦俊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你好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有没有礼貌啊？大师兄，你不用理他。没事的，叶子。哦，对了，我这次去了国外，给你带了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啊？这个是我去国外比赛，看见你偶像，替你要来的。这上面还有你偶像的签名。天哪，师兄，你也太好了吧！哎呀，我酸了。我现在就去买柠檬。国家也欠我一个竹马呀。没什么。哎，你别碰，弄脏了怎么办？不就一支箭吗？至于的吗？你喜欢我给你买一车。这能一样吗？这是大师兄送给我的。大师兄送的跟咱们训练用剑有什么区别啊？有了偶像签名的剑，我肯定能射出十环的。真是太感谢你了，燕俊哥。没事，这点小礼物不算什么的。你们快看，这支箭不就和普通的训练用箭一样吗？没有什么不同啊。韩若非，你干什么呀？韩若非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知不知道刚才差点伤着人啊？叶子，你先别生气，韩若非他一定不是故意的。那也不行，弓箭不能对人，这是射击运动的大忌。韩若非，你在搞啥子？哪个喊你把箭对着人？蔡金叶，你没跟他讲过？不用解释，来这么长时间了，最基本的射箭礼仪都不晓得啊？蔡金叶，你怎么教的？王教练，他应该不是故意的，再说我们也都没受伤。小江，你不用跟他求情，这个事情我必须要严肃处理，你们简直是无法无天了。小江，来，你过来。小江，我刚才来的路上来碰到你们游泳队的教练了，你是不是还没有去报道？啊，对，我现在就去报道。教练，你也消消气。哎呀，刚才的事情，我确实是不好意思。没事，我没把我的学生教好。王教练，其实也都是意外，一点小误会而已。哦，对对对，意外，意外。小江，你看，这个高校运动会啊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他们训练那么长时间，也确实是辛苦。这个时候要是出点啥子意外的话，有点麻烦。是，你看刚才这个事情，你就对吧？不张扬，晓得吧？好，教练，我都明白。好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好好好，那你小心点。好，叶子，拜拜。韩若非，上课迟到，训练懒散，还给我惹出这个事情来！你的问题我要好生研究一下。
还有你，蔡金叶。刚才的事情，对不起。姐，你看一下这个，可以吗？你们等一下，我去打个电话。嗯，好的。哎，你帮我看看。哎，好。怎么了？你够爽的呀，韩若飞。啊？你自己闯的祸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刚刚教练给我打电话了。我没。哎 ，no， 我不想听任何解释。总之。该做的事情一件都不能落下，你自己去找教练解决这件事。Understand？ 秋姐，不至于吧？不至于。Excuse me？ 你教练在研究你能不能留队的事了。韩若飞，我真的是被你气死。秋姐有这么严重吗？韩若飞，我最后再警告你，不然到时候你直接跟公司解约吧你。哎，秋姐，喂。说手上口袋茶，说世纪的风华，内心越害怕越表现浮夸。我的小小世界，你别妄想涂鸦，按捺我天马行空的冲动。做梦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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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哒哒哒哒哒，做梦吧，哒哒哒哒哒哒。老大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看，燕军哥送我的泳裤，好看吧？要不你也戴戴？哎，你干嘛？哎，你戴一下吧，很好看的。是，要戴自己戴去。哥，你怎么看起来闷闷不乐的？没什么，就是看你挺高兴的。哎，你一天到晚都高兴什么呢？燕俊哥他在国外比赛拿冠军，说这个周末带我们去篝火野餐呢。这个也叫哥，那个也叫哥，你到底有多少个哥？哥，我保证，以后就你一个哥。你刚刚说，周日我们要去篝火晚餐？啊，那个啥是？我和叶子他们，没有你。哦，反正我也没空。对了，那个谁，他跟蔡金叶很熟吗？对啊，听说从小一起长大的。哥，怎么了？从小一起长大，怪不得都那么讨厌。感觉老大你有点不太喜欢大师兄啊。我就是看他不爽呗。一天到晚那么暖，十个暖男九个渣。但我觉得他人挺好的。哥，你看上去有心事啊。我还真有个事情要找你帮忙。哥，你说只要能帮到你，就算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一定会帮到你。那倒不至于。射箭队的教练你熟不熟啊？射箭队教练？嗯，不熟啊。怎么了？哎，我今儿训练的时候惹毛他了，现在要想办法讨好他一下。讨好？哥你放心，这种事情啊，就靠人称小诸葛的我给你出谋划策了。
小韩，你这个茶包呢，还是酱个烂酒，比你那个差点没底底的色点水平拿得出手的多。那是教练，我知道错了。哼，你还晓得错？以后这个茶包呢，就不要给我送了。你只要不给我惹麻烦，我就谢天谢地，阿弥陀佛了。哎呀，没事，教练，您别跟我客气。这茶是我朋友给我带的，有养生助眠的效果，对身体特别好。你看这里面有姜糖、枸杞、杏仁。你说这里头有啥子？有姜糖、枸杞、杏仁。杏仁？啊。呵呵，夸个了。怎么了，教练？困了？您看，我就说这茶有养生助眠的效果吧。教练，教练该上课了，要不您晚上回去再睡？教练，教练。教练不行了。是是是是是，绝对可以的，你还信不过我吗？今晚啊，就让你和偶像一起吃饭，真的，真的，我说真的。一定要安排妥当，要是约会失败了，提头来见我。好，可以。这下绝对可以。哎，老大，来，坐。哎，老大，我有个事情要跟你讲。我呢，为了帮你吸粉炒热度，就在超话上面搞了一个粉丝回馈的活动，然后抽奖，抽中谁呢就请谁吃饭。然后呢，我搞了一些小小的操作，让咱们内部人中奖。一呢，可以达到预期效果；二，又可以保护老大你的私人生活。我是不是特别厉害？哎，老大，你夸我吧，夸我吧，哎，夸我，夸我，夸夸我嘛，夸夸你。哎，对啊，夸你。老大，你打我干嘛？教练被你一个茶包送到医院去了。医院？不可能，我的茶包绝对没问题的。没问题？杏仁，杏仁，杏仁啊！教练对杏仁过敏。本来我还有一丝希望的，这回全破灭了。怎么办呀？老大，有办法了。还能有办法？对，蔡金叶，教练最喜欢的队员就是蔡金叶了。只要让蔡金叶帮忙求情，这个事情就搞定了。蔡金叶，你确定他可以？这次绝对管用。那看来你们那个聚会我得亲自参加了。别啊，哥，我跟叶子说就行了，你还得跟粉丝吃饭呢。不去，我又从来没答应过这个活动，自己解决。哎，老大，老大。要是资文知道老大不去的话，那还不把我给活埋了。哎，叶子，你换了身新衣服，怎么样？好看吗？好看是好看，你怎么不换身裙子啊？我的衣柜里就没有裙子嘛。哦。哎，对了，子文呢？啊，他说他晚上不来了。不来了？他干嘛去啊？约了人。也不知道约了谁，能让姿文在小教室里足足化了一个小时的妆，我可太佩服他了。那今天就我们两个去吗？对呀，我们不都跟大师兄约好了吗？
等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出发。好。看，好了，亮了。现在就差加好了。哎，他可能有什么事儿给耽搁了吧？再等等他吧。我可等不及了，他要再不来的话，我就要饿死了，吃的全在他那儿呢。去还是不去呢？去了的话，那你活生生把我给吃了吧。喂，喂，夏豪，什么时候到啊？大家都等着你呢。大师兄，我今晚临时有事情，吃的东西我已经拜托别人帮我带过去了。这样啊，好吧，没事，你先忙你的事儿吧，我们改日再聚也行。我恐怕是回不来了。啊，你那边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没事，大师兄。对了，我那边还有一堆零食呢，我要是回不来的话，你就帮我吃了吧。啊，你怎么了？真的没事啊，挂了。韩若非，那个，你穿这么严实，我都认不出你了。被认出来，李姐，李姐，当当当当，大家晚上好呀！怎么是你啊？嘉豪临时有事儿，所以呢，我就来替他送东西了。啊，那你把吃的放下吧，你走吧。既然来了就一起吧。来了当然一起玩了，不然来干嘛呀？给你当苦力。你怎么了？你感冒了吗？最近流感很严重啊，要不要我陪你去医院看一下呀？啊，对老大这么温柔的吗？是训练太累了吗？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啊。看样子不对啊，我得赶紧找个借口走啊。小师傅，见到我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咦，你可别这么叫我，鸡皮疙瘩掉了一地。那就开始吧。嗯，好。小师傅，俗话说，千里送鹅毛，礼轻情意重，我给你送东西，你是不是要小小的感谢我一下？来，给我满上。嗯，有什么好吃的？我看看啊，韩若飞，韩若飞，你在听我说话吗？那个，其实我不是从你出道以后才开始喜欢你的，我在你还是练习生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你了。嗯，你还记得你出道前收到的那个应援礼物吗？啊，你不记得了？不应该呀，我记得你之前微博还晒过。说了这么多还没有点吃的，男神你想吃什么？今天我请客。
来，师傅，尝尝这两串，我刚烤好的，趁热吃。大师兄，你别光顾着烤呀，你也吃点。来，你看。谢谢，谢谢叶子。雨林，你也吃。谢谢。嗯。哇，好好吃啊。嗯。师傅，我刚给你烤的，特别入味。哎，别！怎么了，叶子？怎么了，叶子？怎么了？呛上了！快拿水！怎么回事啊？来，快喝点水，叶子。喝点，再喝点。韩若非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故意谋害我是不是？怎么会呢？我，你还说不是？哎，不是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给我站住！我不是，韩若非，你听我说。您的菜，请慢用。韩若非。现在客人都走得差不多了，你应该可以摘口罩了吧？这声音，莫非是？果然呢。Surprise！ 我李佳豪，你居然敢耍我！我连和叶子他们的聚餐都没有去，居然是和你吃饭！啊！别哭啊！我不是也没去那边吗？哎，姿文，你别哭了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那边出了差错，我补偿你好不好？你要怎么补偿？补偿一个少女的心。少女的脆弱和你也不搭，李佳豪，你死定了！紫薇，你听我解释啊！紫薇，来，多吃点。嗯，给叶子。谢谢大师兄。没事。嗯，好吃啊。嗯。师傅，尝尝我给你烤的鸡翅。来，吃这个。嗯，谢谢大师兄。嗯。哇，好大的鸡腿哦。好香啊。哎，来，师傅，我给你买上。多喝点橙汁，少喝点酒。谢谢大师兄。有蚊子是吧？哎，叶子，我这有。还好我今天带了蚊贴，要不然我们大家都挨咬。来，雨玲，你也太贴心了吧！嘿嘿。你干嘛？叶子，你千万别动，好吗？有个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有蛇。疼！韩若非，韩若非，韩若非，你没事吧？韩若非，不是你醒醒！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师傅，我这点小伤不算什么，啊，只要你开心，我无所谓，啊，你们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别管我。韩若非，不是，韩若非，韩若非，你醒醒，不是。没事，叶子，那蛇没毒。没毒。没毒，怎么这么疼啊？笨蛋，被咬了当然疼了。韩若非，我陪你去医院吧。我不，我要蔡金叶陪我去。
叶子，你陪他去看看吧。那好吧，走吧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是不是？那我就先去了啊！你们该吃吃，该喝喝啊，别管我。叶子，等等我。要不我们还是去一下医院吧？不用不用，谢谢师傅关心，有这个膏药就行了，这点痛算什么？毕竟这膏药是师傅买的，肯定管用。既然你这么怕疼，干嘛还要去抓蛇啊？嗨，比起退学，这点疼算什么呀？这要让球姐知道我被退学了，还不得杀了我？退学？你又怎么了？哎呀，一言难尽啊。哎，师傅，你看，我刚帮了你，你也帮帮我呗。要不，你去教练那儿帮我求求情。求情？啊。所以，你帮我，就是为了让我帮你求求情啊？就是啊，那徒弟先帮师傅，师傅也帮帮徒弟呗，这不显得咱们俩师徒情深吗？这才几天时间啊，谁跟你师徒情深？不是吧，师傅，这么绝情？那你就去找一个不绝情的师傅啊。哎，怎么又生气了？什么情况？老大，你也凉了。你简直就是毒奶啊。我太难了。哎，老大，你手怎么了？哎，别提了，蔡金叶死活不肯帮我，我感觉我要卷铺盖走人了。别啊，老大。嘉豪，我们的兄弟情谊就此终结了。别啊，老大，没了你我以后该怎么办啊？谁跟我一起吃饭？老大，老大。嘉豪，以后我不在的日子里照顾好自己。老大，我还有一个办法。我要是再信，我就跟你姓。你确定这招真的很灵吗？高校运动会马上就要来了，这次东道主是咱们江航体院，而且每次比赛前都会展开封闭训练。然后呢？关键就来了，封闭训练，顾名思义，也就是说，比赛非常残酷，想吃点好的、喝点好的都很难。这个时候你要是送什么暖心的东西给蔡金叶，那教练的事情不就水到渠成了吗？我就是怕他到时候又觉得我别有用心啊。那不至于，送一回两回可能是别有用心，但一直送的话，他就会觉得你是真的关心他了。可我怎么觉得这么不靠谱呢？老大，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信任呐！你连我都不信，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哼，那你跳吧，我不拦你。跳！你居然不拦我！好，老大，男人居然是比女人更无情的生物。无情，不是无情。蔡金叶倒是真的挺无情，不过我肯定不是。那就再相信你一次。对嘛，老大真的是慧眼识英雄啊。英不英雄都不知道，别是狗熊就行。
干杯。